你马英九做连续一年的，安尼大家做伙来咧做戏，这代表啥？事先有万亿的联络，先怎白白伫台湾大学校内来咧读册，阿边啊在读有，阿你呾读无？马英九做连续一年的竞选总干事，来讲到三一九千个人是假的，但是伊承认，那是因事先甲马英九讲好的，安尼大家做伙来咧做戏，这代表啥？事先有万亿的联络，是安怎白白伫台湾大学校内来咧读册？阿扁也得读有，阿你呾读无？马英九嘛为台北市市长的特别会议案件。我要来请问马英九，你的特别费是不是领出来了后，来当作你个人的财产？有说，阿扁总统叫保外交一台爬爬到浮水不太好，那他今天有针对这个回应，他说市长你现在当了党主席，所以讲的话都是政治语言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他说这个哦，这个要怪要怪，他每次都在怪蔡英文。我就说2016年那时候刚上任的时候气势最强，你知道，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。你这个法令在那里，你看那些那些，哇！我觉得这样啊，政治问题也不要华丽解决。那你对于这样子，你会想跟前那个阿扁总统说什么吗？我然后就要无言以对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的，这个问题还是早日过去。所以你会劝他说不要再这样子做了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劝得动就好了，那那他多了。看哪一个医生，很顺顺是？很顺顺。那跟他讲说，现在给他当总统，他病情好得更快，有没有？不然，我就是这样的，他本来是。不，我知道阿扁也会讲我坏话，因为阿扁还是，其实阿扁还是南部人，你懂哦。我南部跟他帮助给他还是感念在心的，所以他有时候看我讲话，他对我讲话不是很不爽，你知道，但是他也不会去批评我。但是只是说，我们还在迈向一个法治的国家了，你知道哦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后面是说，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你知道，你不解决问题，问题会解决你。你马英九，你搁要来告我吗？你去问你的老师，去问你的孔杰荣老师，是安怎白白伫台湾大学校内来咧读册，阿扁也得读有，阿你呾读无？今仔日的主题就是三问马英九。第一问，咱要来请教马英九前总统有关。三一九枪击案的代志，在2004年的3月19日，阿扁啊发生不幸的枪击案。你马英九做连续一年的竞选总干事，甲发言人陈文茜来做伙开记者招待会，来讲到三一九枪击案是假的。是阿扁啊所主导主演的，马英九讲，迄句话唔是伊讲的。问题是，啥物叫做共犯？就是陈文茜伫今年2005年的6月27日，伊来接受中国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访问，伊搭伫食烟，伊讲其实。因来讲到三一九枪击案是假的，是阿扁啊自导自演的，迄是作严的一个指控。
但是伊承认，迄是因事先甲马英九讲好的，一个要来扮演黑面的，一个要来扮演白面的，安尼大家做伙来咧做戏，这代表啥？事先有换意的联络，安尼你马英九，你搁要来告我吗？你去问你的老师，去问你的孔杰荣老师。是安怎白白在台湾大学哈落来来咧读册，阿边啊在读有，阿你在读无？第二问，就是有关特别费。阿边啊有总统、国务机啊位的特别费的案件，马英九嘛为台北市市长的特别费的案件，为啥物同款的特别费一个判无期徒刑，一个判无罪？搁拄做，我要来请问马英九，你的特别费是毋是领出来了后，来当作你个人的财产，公款使用，用在恁查某囝，予伊会当在美国来刷卡消费，台北银行去付房金、洗钱啊、吃大钱的，安尼吃吃去，啥物人所决定，政治决定？你马英九以外，还有第二个吗？富邦的蔡明忠，伊来法庭，伊讲伊有捐1500万，我马英九，到尾也倒转去了后，受到压力，尾也来警告，讲这是要给政党，不是要给国人。啊，结果安尼会当翻来翻去无代志吗？